小的，最近一直忙着孩子这事了，然后现在孩子也没事了，在这买点羊肉，回去吃涮锅啥的，然后再叫上俺爹俺娘一块吃顿饭。哪一个好呢？好像是。你家老头，俺是个天津人，是个海叔。买羊肉，买菜。不是，让你买点这个咋的？咱光吃涮锅吧。哈哈哈！想吃呗，对不对？吃吃了就了。吃，想吃了咱姐夫吃咱呗。是，你叫孩，你跟着孩，跟孩吃。好吃。今晚跟俺娘嘞，晚上保家做饭嘞，这不看一会儿他给做锅做开饭了。姐，哎，咱娘，咱娘没啥事儿嘞。娘，嗯，走，咱光过去吃饭嘞吧。哎呦，我是光打你娘。俺不去啊。我还没回来都跟你说了，这光喝了，我明天早上喝。我买羊肉嘞，咱光吃涮羊肉嘞。你可那好说，咱端着锅过去，吃不羊肉了，喝米汤的这是。不去了，俺再给咱娘在家熬米汤嘛，都渴得慌。去吧，买来嘞，你买那么多菜，你把那菜都下捞。我不热，我不热，我讲我这皮儿正合适。这最近俺梨挑了凉菜了，没有那么热。不，俺这在就是掉不一阵在这，不闷呢。哦，对，就是凉快。房是梨户的，咱光嘞，咱屋里有空调，开叫空调吃点儿的。呀，麻烦。我听着你麻烦呗。不麻烦，麻烦啥呀？那最近忙也顾不得管人，还有跟着俺婆俺公公，俺每天也是没见去地晒那脸，黑的那个油黑。正好都给大家补补。讲给公婆吃吧，讲俺新姨奶奶吃吧。吃都一块吃，这帮爹娘吃，这帮爹娘也得吃。咱先烤啊！哎，你看这还带音乐还？瓦数啊！嗯嗯，加热，加点油啊！你看这个是中间是煎烤是吧？嗯。然后两边是这种保温的。嗯。挺高级的。嗯。哎，中间烤好，好让吃了往里一放还保温。哦。看着挺好。嗯，这么好一天。爷，嗯，行了，将来，将来是你了给你烤，然后是你了给你衣服了，还给你涮锅啊。哦，你能烤也能保鲜。也能腌，保鲜，保鲜，保温，保温，保温，保鲜。来，现在呢？吃饭啊。嗯。要马上要出来了，要放尿完了，是吧？要来个孙女的，给。
你们吃啊，这烤好了啊，这恒温。哦，再往这边。舌头有点辣啊。现在开始后锅。嗯。现在是红烧。嗯。煲汤。烤。煎炒开上来呗。嗯。这个是火锅，火锅开始。嗯，你看这个开还是挺快，是吧？好味儿。嗯，这一涮开了是吧？这个锅就是适合多人吃。嗯，五六个人，六个人都没问题。对，如果沉锅大。少点，少点。吃吧，起来。吃上的呢？你咋吃？别喝我，别喝我，自己来。来，中央捏一个，来。吃。你也吃的？嗯。要不你光忙活了。挺快的。快。嗯。这我说还吃这个涮锅就是。俺那是烂泥巴头，烂泥巴头吃了上饼。这个是那啥煮，刚才煮了第一锅来的。来的，我就放点豆腐，俺也吃豆腐。多吃点啊。嗯。结婚俺爸出去等会儿没回来，刚在。